特别喜欢这两个东西，估计男孩子都喜欢这两个。夏天到了，给 PS5 贴一个防蚊贴，是防滑贴，这是来自火线竞技的，采用优质的防滑材质，本产品使用安全无毒的基材制造，非橡胶材质。群里有位小伙伴，他买了这个，说是不错。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东西，是给我这个罗技的 G502 鼠标买了几个脚贴，它背面都是 3M 胶。这是扳机和按键，就是贴扳机和按键的，这俩应该是贴在前面的，这俩应该是贴在后面的，有一点味道，可能是全新未拆封的缘故。我这儿还有一个彩色的贴纸，这个就没有味道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估计放两天就好了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色彩搭配，这好像是 F1 的色彩，它里边有几个型号，还有一个花色的黑白，这是彩色的。回头等我那个白手柄来了，可以给白手柄贴一下，这个红手柄给它贴这个黑的。从上 ，nice， 看差不多就行。好，这是完成品，感觉还不错吧？自己 DIY 有一种小成就，手感好很多，防滑性能也好很多。这个防滑贴啊，如果你们需要，可以进我的橱窗去看一下。在橱窗里有